这陪伴着你，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真实，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你就像风的说话，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其实没有办法，不会感动吧？我不说话，这不单纯，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真实，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你就像风的说话，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其实没有办法，不会感动吧？我不说话，你就像风的说话，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随着我成长。其实没有办法，不会感动吧？我不说话。好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孩子们、宝贝们、伙伴们、仙仙们、好朋友们，早安！今天是农历的3月11号，也是我们2024年春季6个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到来，就是谷雨。我对于人生的解读哦，是随着节气在运转的，所以今天也这样的这个快闪直播呢，跟好朋友来分享呢，就是我对谷雨的人生的理解，以及呢，我们今天要来使用的是水彩曼德拉，用水彩来上色哦，那也开启了我们的夏日宝石时光。我们的夏日实体课曼陀罗，我们会使用水彩来作画，
那今天就先用上色的方式哦。如果直接下手，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害怕，所以我们透过上色的方式。那我们第一个系列是 MC20PC6V 颜彩耽美珠光系列，哇，听起来就觉得耽美系列哦，六个颜色。好，第二个开箱的是 MC20SC6V 耽美的墨空系列，天空的系列哦，星星的、月亮的颜色。再来呢，我们要看的是MC20GC6B 宝石系列，也是耽美的，颜彩耽美的宝石系列。好，那这三款呢都是珠光的水彩，那你可以看出来哈，其实不太一样的，这个三款的闪亮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那最浅的是我们的这个珠光，它是淡淡的。好，然后呢比较深的是我们的这个珠宝，然后呢这个是属于 bling bling 的系列，就是给它染上去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会用这三款，再加上我们上次有示范过的这个无竹的 CD 盘的，好，随身携带盒的这个，它没有名称，呵呵，它是WSKG204G5 型号的这个算是无竹的水彩盒，好，但是是那个珠光系列的。好，那我们等下就来测试一下。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水笔跟水。好，那你可以看到上次使用过呢，这个鱼的旁边有一点珠光，就是沉淀哦，那我就不去洗它，就让它闪闪发光哦。好，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把好朋友标注进来，然后或者是把它发出去。那如果找不到连结了，失灵了，那就到 YouTube 去找咯。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准备准备。
想放弃，拼命想着你，你的爱很真实，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你就像风的双方，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我的对话。爱情其实没有办法不被感动吧。我不说话，你就像风的双方，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你的回答，温柔的对话，爱情其实没有办法。不被感动吧，我不说话。好的，我们听到的是林依晨在《恶作剧之吻》呢，的这一首最近又被翻新的歌曲《恶作剧之吻二》的片尾曲《你》。你很重要诶，你知道吗？无语的到来呢，不管亲爱的朋友们，你现在呢在什么样的阶段里哦，我都要祝福你。人生低谷哦，或是人生有风雨啊，都没有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啊，我们是不是能在这个低谷啊，在这个风雨中啊，去明白自己。来到绿丝熟身边的好朋友们，都是为他人撑伞的人。我们擅长保护别人，我们擅长照顾别人，我们也擅长呢，为别人呢做嫁。所以难免心中有点憋屈哦，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呢，没人为我们撑伞，那我们就一起在雨中跳舞吧。雨中玄武的感觉让我想起这首歌，雨和泪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滋润元素。想哭的时候就大声的哭，想笑的时候就大声的笑，尽情的体会当下。苏东坡说，也无风雨也无晴，别怕，我们一起加油哦。我们再听一遍你这一首歌，我们来听新版的林依晨重唱的。嘟嘟嘟嘟嘟嘟，风轻轻，我听见你，你对着我想哭泣，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真。
刚刚听了两遍李依晨所演唱的这个你哦，你啊真的相当的重要哦。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角落小生物，来自日本的这个实体的印章哦，就是这个肖像的感觉，很可爱哦。今天回答许愿池的第一个问题哦，老师，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哦？怎么样照顾自己、取悦自己？那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那不必勉强自己去好起来，但是呢，要告诉自己每天好 0.00001 这样就好了。因为身上有伤哦，你说呢？伤口复合是不是需要一点时间？需要啊。那我在复原的过程，我急，这个伤口会怎么样？它会好不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就是做一个动作，叫做耐心。耐心等候我们生命中出现的这些风暴过去，所以你可以站在台风眼的中间，看着事情来，然后再看着事情走，看着事情呢，这个压迫你，然后呢再看着这个你自己呢去承担这些压迫之后的自愈能量，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哦。除此之外，你是阻止不了事情的出现的，因为它就是会来到你身边，所以无法避免的人事物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就接受、臣服、理解、主动出击。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怎么预防？就是呢，不学一事，不长一智，不经一事，不长智慧哦。我们可以在经历了某个事情之后呢，告诉自己说，哦，原来这一类的事情要这么处理的，所以你会一直遇到事情，这正常啊。人生没有遇到事情也会很无聊哎，哈、哦，就像我们看那个修仙，那个很多的神明都觉得说这一生活得太长了，然后就会觉得啊，没有来一点激情火花哈、哦，会觉得，没错，很多人是这样在想的哈。这个修仙仙侠都会有很多很虐的剧情，好，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投射吧，人类欲望的投射。好，你看像我刚刚没有盖好，我就再盖一个就好了。就像事情来了，你像蜗牛一样慢速反应，动感力，
动感力是面对创伤、面对伤害的时候，你最好的保护伞。所以当你呢有所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学学恐龙，好，反应很慢，然后呢蜗牛动感力。对，那这种事情呢，这个常常发生啊，所以你也预防不了。那既然预防不了，那我们就勇敢面对。好，勇敢面对什么？勇敢面对生命中出现的点点滴滴啊，生命中跨越不过去的山，生命中无法攀登的这个高峰哦，我们就仰望它，然后呢探索它，然后呢翻过它。好，我们来听一曲古风歌曲，剪下一丝愁丝，接受它吧。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们听到的是离人愁，李元杰所演唱的。我们怎么会知道说，哎，奇怪了，古风歌曲怎么现在这么的红啊？但是如果你爱这个东西，你现在会说，哇，我最爱的古风红起来了。尤其是中文系的吕老师呢，哎，很多人都忘记我是中文系哦，因为我是保姆系哈，或者是我是这个心理学哈，当然是后来有去这个考证照跟攻读学位了哈。只是说我本来我的灵魂就是中文人哦，在中文系的这个过去啊，其实我们就超爱古风的，非常非常。但是呢，你会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当时呢我们中文视为哦，所以谁要听古风啊？好，如今呢这个什么仙侠传啊，古风歌曲啊，到处啊这个创作歌谣比赛啊，还有很多很多你难以想象的情况哦，这就是宇宙的平衡嘛。
当西洋歌曲啊、流行的音乐啊泛滥的时候，古典的东西呢就会慢慢的再回归哦。所以我们要活得久一点，活得健康一点，活得耳聪目明，活得四肢飞快的这个竞走，来迎接呢生命当中的每一场挑战。听到这首歌呢，也我很喜欢，但我现在，更喜欢的是这一首。我好像点错了。那我们这个，等一下哈、哦，我点一下嘉宾。后来发现我为什么会很喜欢你这一首歌，因为它是蓝又实作的曲子。蓝又实我真的好喜欢他。但我们现在先来听张元所演唱的这一首《嘉宾》。希望大家都要对待自己，我们是自己生命中的贵客，我们都是值得被爱的。但是这一首《嘉宾》其实是悲伤的情歌，我们就一边写字一边来听悲歌，再告诉你我从悲歌里面体悟到的心情。很多的创伤是不知不觉的，很多的痛是无意识的，很多的难受呢是忽然在某个街头触景就生情的。2024年的谷雨是在今天4月19号，然而传说中呢，在今天有一段俗话。好，为什么用传说？现在很少人会像绿老师会去看农民历了吧。有在看农民历的喊个又好吗？我跟你远端握手，来握个手。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我们从清明缅怀旧人，缅怀我，像我缅怀我的母亲，我们要断掉生命中的雪，寒冷的冬天，
而今呢，我们呢古语要断霜哦，这个是从这个清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这个俗谚，我做了一个新版的翻译哦，就是说为什么要断呢？因为呢，在传统是说今天开始啊，哈，我们就要准备来迎接五月五号的立夏，夏至，对不起，立夏，五月五号的立夏。那夏天要来，一定要有个交接嘛，所以呢，就开始没有雪了，没有霜了，哈，霜雪都无了，慢慢的就天气就转热了，心也热了。所以心如果曾经冷的哈，刚刚呢嘉宾这一首歌告诉你不要逃避，面对它，虽然很痛，虽然呢很苦，虽然很憋，虽然很委屈哦，但笑着流泪何尝也不是一种成长，这不是心灵毒鸡汤大补汤哦，这是一个实话。我常常呢在哭哦，以前哭着哭着我就勉强自己要微扬的嘴角要上来，我就告诉自己要笑，因为我不想呢得到精神上的疾病，因为内耗会精神疾病，所以我就跟自己说笑起来。真的第一天真的是笑不太起来，我妈妈刚过世的时候我真的是笑不出来，诶，整个人就是很觉得跟好想要跟她一起走了那种感觉哦。可是呢我就开始来假装笑，假装，你知道假装久了也会变真的，所以刻意练习这本书我很大推哦，非常的推。好，我们现在第一段舒缓的音乐，那我来带着大家写写字吧。迎来了谷雨，也就是夏天慢慢的走进我们的生活里了。如果你知道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你要赶快把握哦。谷雨呢是将这个物候、时令还有这个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所以我们也要开始哦来收获了耶。谷雨的到来呢表示夏天就要开始了，雨水会增加，气温也会开始不稳定哦，所以我们要跟着注意了。什么事呢？来，大家一起来注意，在谷雨的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养生啊很重要。我们情绪断雪断霜呢，没有霜雪。我忽然想到玲珑璇的一首歌，哎，就是霜雪难分。好像霜雪呢，就是人生情绪当中呢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内耗的根源哈。我们所有的情绪哦，都会造成对应的疾病哦。比如说女性常常有子宫啦、胸部的疾病啦哈，那其实呢就是情绪的一些对应。像常常有胃肠问题的同学们呢，就是呢委屈憋屈、有话不能声、说不出口的这些情绪压抑在胃部，就常让你胃痛啊，然后或者甚至有胃溃疡的问题哦。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一本日本这个很厉害的老师哈，与身体对话就是与神对话的书，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工具来翻一翻。耳朵痛啊、眼睛痛啊、头发掉了，你就去翻翻那个书，跟自己的身体细胞做对话。那我们在谷雨要怎么样注重养生呢？第一个呢，节气开始热，你是不是会乱吃东西？没错，你真的会乱吃东西哦。谷雨呢是雨生百谷，所以接下来呢会利于谷物的生长。我们要准备呢，播种完之后呢，要赶快呢期待雨季的来临啊。清明谷雨寒食虎母哦，春天气化变化很大哦。清明跟谷雨这两个节气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哎呦有冷，有时候又热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呢来看看呢，这个谷雨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其实可以喝呢恶春茶。好、哦。茶类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身体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它有含有维生素跟氨基酸，所以呢
谷雨喝茶呢，喝二春茶其实不错的。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多喝茶，不要喝手摇饮，你才能改善你的体质。那首先呢，除了喝二春茶之外，我们还能喝些什么呢？我们记录下来。先给大家听一下那个刚刚我想到的《霜雪难分》这首歌。是这个我高中的时候林隆璇老师的歌，我爱你这样深。来听听看，我爱你有多深，就这首了，超喜欢的，我高中的歌哈，不要算我的年纪。会唱的来跟上咯。对我几分仿佛全世界仅剩，男生的歌比较低哈、哦、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你却能磨穿过深，唱这样深，日月星辰可为证，依旧决心不再为你等。哎，歌词出来了，情难灭，霜雪难分，什么？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情难灭，霜雪难分。所有的音乐啊，哈，都在告诉我们呢、其实呢，他就是呢，音乐人，他在自己做自我疗愈、自我投射。而我们选的这一首歌，我们也在做自我疗愈、自我投射啊。为什么？我们呢，希望啊，可以透过这首歌大声的唱的时候呢。好像那个 Genki、哦、就会出来了，很 O Genki desu ka 的 Genki。 那同时呢，也会产生了什么，把怨气，这个怨恨的怨、哦、驱走。所以我们要喝四神汤来安我们的神、哦、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四神汤的，因为它可以祛湿健脾。如果你身体很虚的人，我建议你买这个，就中药哈、哦，中药店买四神汤的药材，然后自己煮。那你记要不要加那个什么四神汤里面不是会加排骨啊哈、哦，然后什么小肠啊什么的，大肠什么的，那些哈、哦、可加可不加哈。哦，所以像我是属于呢肾脏肿瘤然后有水肿的病患啊，医生就建议我吃四神汤。那主要的是薏仁还有这个四神，它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忙哈，大家可以试试看。林隆璇，我爱你这样深，我们一定要爱自己，爱得很深哦。这样深，哪怕下雨都没真。哎，歌词唱错了。
想想看，在我高中的时候，林荣璇呢就用这样子的古风哈、古风伴奏的歌曲曲风，真的很先进哎。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头去看，有一些人真的哦，他们应该是外星人。先知啊，知道现在古风很红。好，那我们接下来谈穴道的按摩。穴道的按摩其实呢也是呢是养生的部分。那其实呢我其实比较想要带着大家呢走呢这个保健的路，所以你不一定要在谷雨这个时候来按。那有几个穴道呢是手部的穴道，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你准备好了吗？把双手借给我。今天最后的这几分钟呢，我们就是都在保护我们自己啊，养生哈，养心，养自己，从心灵开始哦，健康开始。那谷雨要按五个穴道哈，第一个是太冲穴。那因为呢，不只是手部啦，脚部呢其实也很重要，手脚都要来。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太冲穴在哪里。各位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都会按太冲穴。好，太冲穴呢，来请看这个图，就是在你的大拇指的脚部跟食指的脚部这两个地方的脚骨，到最顶端这边有一个三角形的没有办法再延伸出去脚骨的这个地方，按下去超酸的。大拇指跟第二指指缝间约上量一横指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一横指的地方按下去真的有效。这个你会当场发出这个很大声，就当这样子很大声哦。好，再来是内关穴，这都是我每天晚上一定要按的哦，因为呢三折弓啊，你也许不能乘凉衣，但是要听凉衣哦。这个内关穴也是呢女孩养生的穴哦。那我很喜欢这个穴。好，内关穴的位置呢在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并拢，然后放在另外一个手的内手腕内侧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无名指呢刚好会抵着另外一手手掌跟手腕交接处的横纹，这时候三指并拢啊，这个地方食指的这个穴就是内关穴，在这里哦，底加嘿，底加底加啦，有看到不？阿妈咧，甲我传私讯讲看无啦，吼，来，你都查内关穴就好啊，吼，你看，有看到吼，内关。好，我们再看一下吼，三指并拢的内关穴，我们看图片。哦，看到吼。你都那个取照片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都不知道在哪里，阿嬷跟你说你就是这样，这个就压一压，不要太大声哦，轻点哦，揉一揉。好，那这一条内关穴呢它是会包你的手厥阴心包筋哦，就是会给你这个你会胸闷啊晕啊心悸这些我都有发生过哈，还会呕吐。对，我有一阵子病得很重哦，那都是精神内耗造成的哈，然后造成的我的外化行为很严重，但还好我透过医疗没不用去服药，
我就是养生保健，然后慢慢把自己慢下来，就回到自己身上了。所以呢，我的亲身经历就要跟同学们来分享，因为我24小时长照，就是不只是肉体的损伤哦，那个精神上的内耗，因为失智患者他的语言呢是无地放矢，那你只要一次上了心，你就会很伤心。那你想想看，日日夜夜24小时无限循环哦，就算是再坚强的人，都会真的就跑进去了，跑进去哪里？跑进去灵魂深处。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好朋友们也在面临长照，都会跟我有保持联络，因为呢，绿绿老师虽然不懂哦，但是呢，所谓的不懂就是我还很年轻哦，心情还不定。其实哦，我不能说我懂啊，嘿，因为呢，学海无涯，我只能说我经历过而已。好，那谷雨时节呢，你看他要告诉我们哈，这个内关穴，然后呢，因为我没办法搬出我的脚给你们看哦，太冲穴好，然后我常常这个阴陵泉穴、地基穴、行间穴，我也都常常用这几个穴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脚舒服一点。那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你们知道位置自己就去找，好不好？那记得按压的时候呢，指甲要剪干净，不要用指甲去戳你的皮哦，会受伤的哦。受伤了之后呢，你如果有慢性疾病，像我有一阵子哦，就水肿严重哦，我这个伤口都很慢才好，非常慢，我就要多补充蛋白质哦哦。那不要吃太多的药物保健食品，你要吃天然原形的食物，不是原形的，是原来形状的食物。所以我们等一下介绍的饮食的部分呢，要吃哪一些蔬果呢，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爱自己的好方法。爱自己呢，就是从哪里开始？从自身的健康情绪，让自己慢慢的回来。你做得到吗？我知道很难，没关系，我会陪你哦，我们一起努力，加加油，给自己掌声吧。好，超过时间的啦，每次都这样哦，因为很久没直播，久久一次呢就会超过时间。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哦，又是广告了，来起来走一走，动动哈。今天总共分成三个步骤，前半段谈这个徐元池问的两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回放，再来是曼陀罗的珠光水彩开箱的一个示范，好，还有内在的一种感受，然后现在最后是在讲谷雨呢，我们要怎么样养生。好，来听一首歌，我最近呢也很喜欢的一首，好听。要来听哪一首呢？就是我最近在看哪一个陆剧呢？诶，我白天听剧是一边工作一边听，晚上陪伴家人呢，我们会看一些很有趣的。好，前阵子呢看了一出学校老师好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鸣龙少年，我也推荐过了。好，鸣龙少年，重染失者性性，逆风追逐青春梦想的一首歌。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歌，就是我很爱的，超爱的迷了路，丁爽所演唱的。我们不迷路啊，我们回家喽，回到那一个家，我们身体里自己的家。我们来听丁爽所演唱的《迷龙少年》电视插曲，超好听的。
丁爽所演唱的《迷龙少年》电视插曲，迷了路，人生迷路很正常，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迷路呢。然而呢，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节当中写，三月中不是风妈祖啊，自雨水后土高正脉动，而今又与其谷雨水，所以我们要开始接受呢，谷雨是播种天，也是春茶的收成期。我们除了喝春茶，除了喝四神汤，让我们的四神好，让我们的内耗可以安定下来之外呢，就是多吃菠菜啦、山药啦、红枣啦、枸杞啦、黑豆。黑豆不一定要煮汤或煮水，你可以去买人家这个烘炒过后的熟的黑豆，当成就是坚果，但是不要过多哦，全部都是适量。那菠菜记得不要跟豆腐煮在一起哦，会形成这个容易肾结石的一个元素哦。所以呢，清明二春茶，我们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呀、也慢慢的松下来。此时呢，白骨足滋长哦，准备呢要春夏交接了，所以你会有什么毛病呢？来注意几个毛病喽，哈。那这个也是适量哦，不要呢太多哈。很多人就说啊，老师说好吃呢，就每天都吃这一些。No 哈，适量就好。首先呢，我们呢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大家注意，第一个是呼吸道的问题。你如果有呼吸道，像我因为确诊之后呢，这个右肺受伤哦，循环很弱，呼吸道疾病呢会压起来哦，所以呢像我昨天半夜夜咳，那我知道冥冥中我在咳的时候，我先有一次帮我拍
就是他，因为我都不敢大咳，我怕吵到他，他都一直帮我拍说咳出来，咳出来哈、哦。对，那呼吸道的部分呢，会很容易会有这个复发。好、哦，再来呢，第二个会复发的是脾胃，就是嗝很多，吃什么东西就打嗝，然后呢胀，然后甚至最后呢，哎，会有溃疡的问题哦。所以呢，各位不要吃炸的，不要吃甜的。腌制的都不要吃、哦、再来呢会有什么神经痛，像我最近神经就会很痛，食指常常非常的难受、哦、食指痛的部分呢是属于神经元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像我写字是不是很辛苦，可是很奇怪耶，我只要投入心流、哦、就没听啊这个我要怎么说呢，我是劳碌命吗？就是我上课上三个小时都不会痛，但是呢下课就痛到不能动好，再来呢筋骨、哦、有的人痛风会压起来哦，筋骨方面的问题哦，痛风跟筋骨当然是没有关系的啦、哦、痛风是指这个身体里面呢，这个大家都知道痛风不能吃海鲜啊、哦、普林过高，然后导致呢关节、哦、形成这个所谓的结晶，有一些沉淀物的结晶呢就是无就变大、哦、那筋骨是像我有受过伤然后开过刀的地方都会压起来，嘿，那个牙起来吼，台语很好听，所以我们有高龄长辈在听我们的直播，还有听我们的 YouTube， 所以呢，绿老师有时候会中文、台语、英文交接，全部都连锁的反应哦，就是忽然看到谁进来了，我就会变成那个语言，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再来很恐怖的就会失眠。那前阵子介绍很多医生啊，好的 YouTube 影片啊，很多智商式的 YouTube 影片给大家，就是你要治疗自己，自己疗愈自己，你要自救自己，那你要靠这个自度自己。我们能自度、治疗、自救，其实做好这三步骤啊，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除了死亡之外，全部都是擦伤，就这样子而已。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应对所有的变化，就好像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的，我在花莲这个师培上课，然后呢孩子们呢他们写下的明信片呢、哦、我在2016年跟他们的连结，然后在2024年要寄出去，你觉得有多少人可以顺利收到这些明信片呢？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看，老师的路难走，但是还是能走，请温柔而坚定的走向目标，温柔的陪伴孩子，坚定自己，为彼此留条活路。多年后也请保有初衷，做彼此生命中的贵人。好，然后这个学伴也有跟他说，祝福你勇敢而真诚，理智而智慧。2016年7月31号，你看这些卡片真的就是激励的我。当我把它开箱了，好像时光饱和弹，这样打开了之后，我自己的情绪也很高涨啊。对，所以我们人是互相链接的，所以多跟好的人、好的磁场、好的量子来纠缠，哈、哦，这才是我们爱自己的最好方式。爱自己不是名牌包，不是钱多多而已。如果你有能力买名牌包爱自己，我也不会反对，可是像我就是很不喜欢拿那些包啊什么的，我就是一个很阿丧的人农妇，但是呢我该怎么样打扮自己，该怎么样做自己，我会在适时的时候表现自己，不要做违反道德，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做危害他人的事之外，也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除此我都支持各位好好爱自己吧。我们今天个人就到这里了，祝福大家，你们很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ローラン。最后我们就再来唱这首歌好了，就是林依晨的力。恶作剧之吻的第二季最近又火红的林依晨，你，这是原版的，哒哒哒哒哒哒，蓝又时词曲。风轻轻，开始。
哎，没有，第二版比较久。听见你声音，你对着我叮咛，要注意自己的心情与心情。我们都不要说话，面对自己，诚实，然后看见自己，承认，臣服于宇宙天地之间，接纳、理解并和解，这才是主动的生命体，而不是被动的，我等着谁来带着我走出迷宫。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主人了，不是吗？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方向。对着我成长，你的回答，温柔的对话。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污渍哦，就像每次呢，我使用完这些印章印台之后，找一张丝巾，啊，环保一点就找一块抹布打湿，然后呢，就一个一个把它擦拭干净。但在擦拭的过程，你还是发现印记上面的印泥印台，它总是会留下颜色的。这也就是我们活着的体验呢，这边来一点悲伤，那边又来一点快乐，前面呢来一点忧愁，后面又来一点呢愤怒，喜怒哀乐才会变成是我们啊。有时候有的人说，那我老师，我宁愿当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哦。事实上呢，没有感情更可怜。你看那韩剧里面很多什么感情，这个什么冷漠无情症的，无感情症的哈。男主角最后就是被女主角给化解了，给融化了嘛，哈。所以林依晨这一首呢，《恶作剧之吻》也是我最后呢送给大家呢推荐的这个漫画跟这个台剧哦。早期的台剧真的还做得真的蛮不错的。那《恶作剧之吻》呢，其实呢里面也是在演表达、演情绪啊，演呢男女之间的这个小秘密啊。那我们把它扩大一点，我们人类跟人类之间的交往何尝不是如此？
就是我们都会跟别人呢，就是做个连结，但是连结的不好我们就伤心，啊，连结的很好我们就快乐，啊，事实上呢，我忽然觉得呢，连结就是你情我愿，那其中一个人不想连了，那大家就是各自安好，就这样而已了，没什么，不要常常让自己这个小火山哈，会爆发出来哈，就是 peace。真正的情绪平稳是什么？真正的情绪平稳不是压抑，真正的情绪平稳是我会适当表达，但是我表达之后，我呢没有办法取得跟你的共鸣，我也欣然接受，这个才叫做情绪平稳的人。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解答错误哈，你说老师我都一直很压抑呢，所以我情绪很好呢，为什么我还会得到乳癌？我就跟他说，你不是情绪平稳，你是情绪内封在你的富士山里面，然后呢不小心爆炸了就变成肿瘤了。所以身体在告诉你你生病了，你生病的时候是你的身体告诉你你的心灵灵魂生病了，你一定要重视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讯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下一句是什么？恭喜发财吗？不是啦，我们今天的古语呢有做了这一集这么长的节目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呢你要的解答，你要的方法，你要的上课资讯都在里面了。没有跟得上前面的同学可以看回放，资讯不见了，麻烦就到 YouTube 去找分段哦。谢谢大家，祝福你，祝你周休日愉快了。谢谢好朋友们，卡萨米达，再见，阿里阿多，ございました。罗拉，多谢。